度正徘徊在历史的边缘。中原动荡，家国求变，一位手提马灯的先生高喊出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训言。西风东渐，伯乡先生告诉我，以科学开发民智，以教育治国家与富强。先生以一对对稚嫩的肩膀为支点，创办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，推开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大门。科学民主，新学强国，我们的先辈们走上了明德新民的漫漫征途，为那个年代灰暗的天空涂下了一抹微蓝。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明德，新民，止于至善。明德，新民，止于至善。明德，新民，止于至善。在革故鼎新之风的激荡下，预校拔地而起。河南的新式教育就此发轫。建立之初的预校向海外输送了大批留学欧美学子，他们远涉重洋，背井离乡，稚嫩的双肩即将撑起家国的希望。
同学们就要毕业了，你们中的很多人将要到国外进一步深造，但是不论走到哪里，都不要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，不要忘了灾难深重的国家和养育我们的故土。希望同学们学成之后要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来，做拯救国家、建设国家的栋梁。后猖狂，犯我中原，歌苦于斯的大地，立身安命的都城，已经无处安放一张小小的书桌。在风雨飘摇的年代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，莘莘学子挺起了脊梁，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珍贵的图书和仪器，在烽火中铺就了一条提前办学之路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军侵略我东北三省，东北大学师生被迫流亡。河南大学热情地接纳了来自白山黑水的同胞，在这民族危亡之际，他们同仇敌忾，共同宣传抗日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糕。枪炮也打破了河南大学校园的宁静，从此我们走上了一条可歌可泣的敌前办学之路。在这次漫长的文军长征途中，我们秉持民族大义，勇于担当牺牲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以一所大学应有的气节，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之中。
Thank you.